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编。那在上一段影片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韩版最新的自动进入特殊副本的这个功能。但是在上次介绍的时候，其实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他没有那个自动回春补水的功能，那他什么时候才会回去？那这边的回复是，如果是在之前的话，他必须要再切换，比如说我现在要从梦幻之岛到抛弃之地，他会在这一个切换的过程里面呢，他才会去做补给的这个动作。那其实比较不好用啊，因为你可能在这个副本里面啊，你打到水没的时候，他还是会继续打，那打到他挂掉，然后挂掉会自动暂停副本。那现在新的这个调整之后啊，新的就是这个功能啊，调整之后呢，他把就是自动补给，然后自动回春，然后再自动重新出发这一整套的功能都把它做进来。那待会呢，这个影片后面会示范给大家看，看这个它是如何去运作的哈。那首先呢、啊，为了让大家知道它的这个操作步骤，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这个选单。首先我们先进入到特殊副本这边，那在左下角呢，可以看到一个选项。那打开这个选项之后，你会看到有一二三四五，总共有五个。总共有五个项目，那这五个项目代表什么呢？由上而下就是自动存仓、自动卖物，然后自动买卷轴、自动买补给品，就是你的消耗品、药水啊，或者是你的什么磨刀石啊、这些解毒剂啊，这种的这个杂货店啊。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新的功能，它会自动判断你到达死亡恢复次数，就是免费的那个最大值的时候呢，它就自动停止挂机。所以你可以让这个功能自动去挂，那死掉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它帮你死太多次。那因为它有自动补给的功能，所以它其实在出发之前它也会去侦测你身上所有的这个道具是不是符合你的出发的需求。那以我现在身上这个状态为例你可以看到我的洪水是零。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尝试让它自动进入特殊副本，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办法进入。那在这个视窗里面，它告诉你说，你身上可能会有一样或者是多样的这个道具是零的，你必须要去找 NPC 补充之后才能进去。好，那我们来买个两罐洪水，两罐洪水，我们就直接把它飞进去。那为什么要买两罐呢？原因就是因为待会我们要让它测试它怎么样自动出来回春补给，然后再重新进入这个副本。好，那下面我们就让它自动去打怪，等到药水变零的时候，再来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好的，药水归零了，可以看到它马上回春，然后就马上去找这些 NPC 买东西。那你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个 auto， 其实它还是持续在进行。像买东西的时候，它的背景是变成有点黑色的啊，那就是系统它自己在买。那现在买完了，它就重新再传送进去到梦幻之岛。刚才的所有动作都是系统自动，完全没有手动所以它买水的效率其实是非常好这个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的一个设计除此之外，在整个自动的过程中，它所有的动作一举一动，包括它的买卖或者是传送地图所花的费用，任何动作都会被记录在这个时间表里面，所以你可以从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说它是什么时间去做了什么事情。那台版我相信不久之后也会跟着推出，大家就好好的期待一下吧。那以上就是这一段影片所有的介绍，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韩版的消息，赶快手速按下影片右下角的订阅，这样子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上传的影片。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哦，感谢大家收看，拜拜。